哎，你好，大姐啊！你就是大姐。不好意思，妹妹，因为刚才距离太远了，没看清楚。哎，可以请你帮个忙吗？什么忙？啊，就是我车不是在前面限住了吗？然后，在哪里呀？哦，前面。那边吗？对，因为它导航把我导在这里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它就全部是这种路了嘛。可以就是叫你们村里面人帮我一起拖一下，然后我愿意给钱的。你来这里干什么呀？哦，我来这里旅游的，但是他导航不是导错了吗？那好的，那你跟我走吧，去哪？去家里面，我把这个东西卸下，然后叫村里面邻居哦，过来可给你以，帮忙。啊，那太谢谢你了，要不我来背吧？不用不用，嗯，这很轻的。哦，哎，怎么还有个小孩儿？好可爱，这是，这是我女儿。哦，你女儿啊？那我走，谢谢你了，美女。不用谢，不用谢。好，那走吧。到家里面去，我叫哦，邻居过来给你帮忙，不用哦，给钱的，啊，不用给钱的，那多帮不任好何意思忙，的。不用给钱的，那谢谢你。不用谢。你们这里是牧场吗？对，我们这边是农场。哦，农场。哦，哎，大叔好。你好。这羊不会咬人吧？他跟着我，我怕。马上到了。哦，好。哇，这驴还放屁啊！这里海拔好像很高。哦。哇，这里面还有羊啊！这叔叔是在剃羊毛。这是啥呢？啊？这是卷？什么意思啊，阿姨？这是啥子？我不是出来旅游嘛，然后导航把我带错了，带到这种泥巴路上面了，然后我车陷住了，说想请你们，能不能叫几个人帮我去拖一下？帮什么办？帮我拖一下嘛，阿姨。怎么办？有钱啊？要钱？什么意思？钱？啊？哦，钱是吗？嗯。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钱来了，钱来没？哦，现在要是吗？要，现在要。哦，要多少啊？200。200是吗？嗯。哦，可以可以。来。啊？马上来。哦，现在要是吧？现在。哦，可以可以。等一下啊。对。孙成，我看见了，孙成吗？有吗？看到？爸妈，你昨天爸妈，爸妈。哦，没关系，不要推，不要推，阿姨，没关系啊。来，坐。啊，就是要给钱，没关系，没关系的。来，坐，在里面坐。啊？什么？哦，去里面吧。哦，好。吃土豆。这生的，阿姨。吃嘞，吃土豆。不是，这生的呀。不是吃的吗？吃。对。不是，这是生的，给你吃嘞，吃。哦，你意思？烧起，我生的这个是直接烧起吃。哦，你吓我一跳。哦，烧着吃。哦，可以可以的。好，我这个烧起吃。啊，好，你可以帮我拖一下了吗？拖了，等下土豆烧起吃吗？嗯，拖。哦，你去找人是吗？找了。哦，好。不好意思啊。啊？不好意思啊。哦，没关系啊。我回去找人了。啊，哦，我婆婆去找人给你拖车呢。哦，那太谢谢你们了。那我给你烧点火，我给你烤点土豆吃吧。啊，我们这里也经常吃这个，也没有别的。哦，那好，太谢谢我很喜欢吃土豆的。不用谢。啊，哦，我不吃，我刚吃了一个了。吃呀。嗯，我吃过一个了，谢谢谢。再吃一个。不用了，吃饱了。哎，他今年几岁了呀？2岁半了。哦，2岁半了。哈哈，好可爱。孩子他爸呢？走了。啊？走了。去打工了吗？去世了。啊？去世了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啊。没事没事，都过去了。好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坐。啊？坐吧。哦，好了是吧？哦，哎，哦，好。好。什么车？哎。吃什么吃啊？啊，怎么？来，没事，没事。哦，来，人来了。哦，哎，
这么几个，这几个人不够吧？够，我们力气大得很。哦哦，那走吧。那麻烦叔了啊。哎，又见面了。不过不是说你承诺好了都走了吗？啊，是的，这不是有宝宝嘛，然后车上也没什么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带一点。不用了呀。哎呀，你拿着吧，拿着，这我也来的时候太匆忙，没什么准备嘛。那好吧，谢谢了。哎呀，没事。哎，你这是在弄啥呀？羊毛毯，不是那种。哦哦，那个羊毛毯是吧？哦，那行，那我走了。哦，今天坐一下，里面坐一下再走吧。啊、哦，不用了，我走了。走嘛，走嘛，坐一下，外面风好大，坐一会儿就走。哦，那好，哎，今天太谢谢您了。不用不用。哎，阿姨嘞？她带小孩出去玩。哦，哎，我可以坐一下吗？嘿，妹妹啊，我可以问你一下，你叫啥吗？我叫一火阿江啊，一火阿江。对，一火是我的姓，阿江是我的名。哦，一火是你的姓是吧？对。哦，呵呵，那你叫啥呀？哦，我叫福星，你就叫我福星就行。福星是吧？嗯。那我看见你比我大，那我就叫你福星哥吧。哦，可以的。哎，阿江。哎。我可以问一下，就是。刚才你婆婆怎么对你那样？因为不是我老公去世吗？嗯。连我婆婆都怪在我身上。啊，她怎么会怪你呢？她就一直叫我扫把星。啊。那你怎么不回娘家去了？我小孩还小，他们不愿意给我小孩，所以就留在这边。不、嗯，哦，小孩不给你啊？对。哎，那你跟你婆婆没有好好解释一下吗？怎么解释，她都认为都是我的钱。阿江，今天我看天马上要黑了，我就先走了。那做饭了再走吗？哎，没事，我来的时候吃过了。没事，你现在还早吗？你做饭吃了再走。啊，真的不用，下次我们有缘再见啊。嗯，然后阿江，我来的时候呢，确实是比较匆忙，然后这个啊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哎，你拿着就给孩子买一点，哎、因为来的时候真的我这我们也算有缘吧，就是给小孩买一点什么。不用了，不用，不用，不可以。拿着嘛。不用，拿着嘛。不用了，不用。你不用可怜我。我没有可怜你，是真的，你不要误会，真的，你拿着嘛。不可以的，不可以的。不要，不可以的。哎，那行吧，那我就先走了啊，我先走了，然后我们有缘再见，好吧？啊，啊。慢点哦，我们这边的路都不好走。嗯，好的，好，拜拜，阿江。啊，走吧，先说慢点哦。哦，怎么了？有事？好吧，那拜拜，好。